端午节，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在家休息吧，毕竟难得的串休嘛。那提起诺基亚，你会想到什么词儿呢？欢迎打在弹幕上，是挡子弹、砸核桃、科技与换壳为本，还是什么？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2023年 WWDC 都开完了，你觉得苹果五年内会破产吗 ？One more thing， 估计会有很多人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或者是五年内都不太可能。那巧了。诺基亚当年也是这么想的。那说个冷知识啊，鼎盛时期的诺基亚强到统治了整个二 G 和三 G 时代，接近50亿的历史累计总销量，到今天还是全行业的第一。而且到今天，全世界卖的最多的10台手机里啊，诺基亚还占了7台。可就是这么一家传奇公司啊，从手机销量第一混到把手机业务贱卖给别人，只用了一昆年。作为真机历史回顾，我们应该把所有机型都买全的，但诺基亚的手机真的是多如牛毛，谱系复杂，所以我们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只挑了50多台。淘他们的时候啊，真的有种挑文物的感觉啊。然后写稿子的时候呢，又有点像考古。那今天咱们这个视频会分为3个章节，进度条都会有提示。这期视频是送给70、80、90和部分00后的珍贵礼物，是从1865年横跨到2016年的历史回顾。又是一篇电影级别的大制作呀，老粉能不能在弹幕走一波？话上说牛逼呀，或者你懒得发弹幕，那点个免费的赞也行，有币就投2个，这对现在还在坚持做长视频的每位 UP 主都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跟诺基亚也有故事，欢迎打在评论区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视频，有大家的评论才算完整。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诺基亚的前身是1865年的芬兰的一家木匠厂。那第一次工业革命让他有机会迅猛发展，3年后多开了一家橡胶厂，然后又过了3年吧，两家公司合并，变成了最初的诺基亚公司。诺基亚这个词啊，在古芬兰语种里啊，特指一种河狸，然后大家就拿河狸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经常出没的河流，叫诺基亚河。那家橡胶厂呢，就在这条河边上，所以取名叫诺基亚。logo 呢是一条鲑鱼，这很合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诺基亚的业务停滞，被同行芬兰橡胶厂给收购了。因为他们在诺基亚河边也有工厂，所以也自称诺基亚。1932年，他们又收购了芬兰电缆厂。1967年，3家公司合并，形成诺基亚集团。他们的产品在芬兰乃至整个北欧到处都是，从工业品到日用品，甚至还有一些枪支弹药等军火生意。所以诺基亚是名副其实的军工企业啊，它在芬兰的地位非常类似于韩国的三星。随着主营业务不断变化，诺基亚的 logo 也跟着在改。橡胶厂时期啊，它的 logo 是个钻石，象征品质。设计电缆制造的时候啊， logo 又变成了类似电缆横截面的圆形。在1960年，当时的总裁韦斯特兰德认为电信业一定是未来，所以成立了电子部门。7年后集团合并，然后诺基亚换上了经典的字母 logo， 右上角3个箭头往上扬，代表他们在电信制造业的进程。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模拟通讯时代，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大哥叫摩托罗拉，他是手机的发明者和 1G 的规则制定者。那诺基亚的第一部 1G 手机就比摩托晚了整整9年啊！1988年，诺基亚因为业务过于广泛，尤其是家电亏损严重，当时的董事长没扛住，直接就自杀了。那后来诺基亚开始断舍离、剥离，并出售了所有传统产业。那好在从 1G 到 2G 的换代，给了诺基亚咸鱼翻身的机会。1992年啊，诺基亚更新了 logo， 在底部加上了 Connecting People， 同时他们推出了全球第一部量产商用的 2G 手机。因为这个手机啊是在10月11日发布嘛，所以它叫诺基亚1011。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能发短信的手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2年后，也就是1994年，1011迎来迭代，也就是我手里这台2210。岁数啊还没他大的扣个一，我反正就，比他小12岁。那跟大哥那种上下都凸出来一截不同啊，2210是那种比较简洁的直板机身，头顶还有根弹性贼好的伸缩天线。那当时很多天线头的这都烂的，那都是大哥们拿牙咬的流汗的痕迹啊。它有俩特别先进的设计，屏幕区域有鹅卵石状的凸起，哎，曲面屏，然后底部有裸露的触点和接口，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插底座上。那对诺基亚来说，2210还有一个重大意义，这是第一台用上 Nokia Twin 的手机。哎，是不是感觉青春都回来了？那这段旋律啊，其实早在1992年，诺基亚的1011的电视广告里就出现过，当时只有3秒。2110之后的各款型号，这段铃声都有不同的命名，演奏风格的也有变化。1997年，它被正式命名为大瓦尔斯。那说回2110啊，别看它体积不大，外壳也全都是塑料，拿着真挺坠手的，
一上秤好家伙，233克。那之所以这么重呢，主要还是这块103克的镍氢电池。这种电池呢有记忆效应，最好是用干净再充，不然这个电池的健康度会掉得非常快。而且它这个能量密度啊非常低，这么大一块电池只做到了6伏600毫安时，只能打110分钟电话，妥妥用0.25天。插拔 SIM 卡也很麻烦，你得先把塑料盖子滑下来，把里面的金属夸克往外扒拉，卡托才能转下来。那但是呢，相比于快一斤的1011 2210的重量砍半，屏幕还更大。我不是开玩笑啊，这在当年还真就是大屏轻薄手机。诺基亚给210最初的预期销量啊只有40万，但因为先进的形态、更稳定的二级体验，它在全球一共卖出了2000多万台。那那个时候手机还被人叫做是电话机啊，是少数人才能拥有，比较孤傲的存在。所以当年的2000万销量跟现在的2000万完全不是个概念。那又过2年，哎，诺基亚推出了又一代经典8110，并且这台手机在1998年的黑客帝国上上映，惊艳了全世界。810整体的按键布局功能都跟2110差不多，它领先时代的地方在于滑盖和这种弯曲的机身。当时电影里那个 Neo 咔嚓打开那个一瞬间，是不是太帅了？但电影里那台810是做了特殊设计的，我们这台量产机还是需要手动去拨。这个滑盖呢，不仅能跟着机身一起弯，还做了2个段落。第一段露出接听、挂断这些主要的按钮，那第二段才露出所有的数字键盘。26年过去了，这个键盘手感依旧。翻到背面就会发现啊，滑盖的2个段落是靠边缘的2个小凹点槽实现的。滑盖里面有排线电话连接到话筒，好处就是如果你脸很长，可以把话筒往下拨，永远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声音位置。那是不是挤压中还透着一些银杏化呀？因为它整个是弯的嘛，所以当时大家都把8110叫成香蕉机。甚至2018年，诺基亚还用香蕉的这个黄色复刻了一台4G功能机，也叫8110。它这个曲面吧，还不是简单的圆弧，越往下它越弯，再加上电池这个位置靠下，重心也偏下，拿着啊特别的趁手。那就是可惜啊，咱们这台是8110加，这个加呀，电池就是经过超级加倍，这里突出了一大块，整体重量167克。如果是810或者810i，手感还能更上一层楼。那8系作为当时诺基亚最高端的型号，当时也是绝对算奢侈品了。1996年，国内卖8000块呀。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也就几百，能上千就厉害了。那当时你要拿着这台手机出门，那绝对是逼王。也就是在1992年啊，摩托罗拉推出了历史上第一部翻盖手机 Star TAC。那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最轻的手机，只有87克，外号掌中宝。但是一台1G手机啊，那没错，诺基亚的2G手机都发了3代了，摩托罗拉还在用 1G。那当时摩托罗拉押宝了 CDMA， 对比诺基亚用的 GSM， 它确实更高级，但不够成熟。再加上欧洲当时不甘于落后于美国，团结一致把 GSM 迅速铺开。那这个时候诺基亚的销量超越摩托，成了全球第一。1997年，诺基亚推出了6110啊，它是历史上第一台采用 ARM 处理器的 GSM 手机。新的处理器让610革命性的用上了图形界面，那系统菜单里所有的功能都有图案了，右边还有类似于 Word 的滑块。那插上电源呢，它就会出现对应的充电图案，甚至等待加载还会出现这个进度条这种东西啊。没内容它也会有经典的这个字母 I 来提示。6110还首发了诺基亚经典的手拉手这个开机界面啊。不过咱们这台因为版本问题啊，开机这就显示 Human Technology， 翻译过来就是那句经典的科技以人为本。一直到今天啊， UI 设计跟动画都是评价系统的重要维度，前提是不能牺牲流畅度啊，不然就舍本逐末了。610含金量有多高？还有一个我说了，大家肯定就懂，它是全球第一款内置游戏的手机。其中贪吃蛇因为逻辑直观、上手难度低，一直流传到今天。那这一定程度上也算 PVP 游戏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跟小伙伴一起比比谁更长。ARM 也不止带来的游戏啊，这回手机上终于有计算器了，可以实现加减乘除跟货币的转换，日历页面变得拟物化，还能写备忘录，支持响铃提醒。那更牛的是啊，它还有红外发射器和接收模块，能把通讯录同步到下一台手机。好家伙，这就是最早的一批一键换机了吧。系统变强的同时呢，外观也再次进化。6110相比之前诺基亚又瘦了一小圈，整体重量131克，放口袋啊毫无压力。而且因为用上了1450毫安时的锂电池，它可以实现打2个半小时以上的电话，这回是妥妥用半天了。它的外壳用了特殊的喷涂工艺，有点像磨砂版的全息幻彩紫，随着光线的变化会有蓝绿色跟紫色的渐变，所以那个时候啊，大家也叫它变色龙。和当时很多黑色大塑料一对比啊，你就知道为啥这台手机在当时能让消费者眼前一亮了。
610虽然牛逼，但还是偏贵了，所以诺基亚在第二年就推出了减配版5110，砍掉红外，阉割部分图形菜单，但加入了可更换外壳的设计，在国内取名叫随心换。那科技以人为本就被大家调侃成了科技以换壳为本。靠着减掉的配置，诺基亚把510的价格打到了4000块附近啊，更多有钱人踮踮脚好像也能摸到了。那也是因为510的听筒有这个向内凹的圆形，所以也被大家叫成棒棒糖，风靡全球。它是史上首款销量过亿的手机啊，在中国占据着手机销量的70%，成为了初代爆款街机。2000年诺基亚刚刚登基，但位置还不算稳固，摩托罗拉这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爱立信呢也紧随其后。但这年就很玄幻呐，飞利浦工厂被雷劈着火了，烧毁了价值数千万的芯片，而这些芯片啊本来就是要用到诺基亚跟爱立信手机上的。那当时呢，飞利浦保证一周内恢复生产，爱立信哎就信了。但诺基亚吧留了个心眼儿，跟飞利浦谈判的同时还积极联系其他半导体公司投标，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交易，稳住几款机型，尤其是3210的供应。反观爱立信就比较惨了，没芯片可用，工厂停工6周，导致线下没货卖，诺基亚笑嘻了，抢了一大波市场。可以说诺哥当时就把这个供应链给玩明白了，3210最后也卖出了1.6亿部，在手机历史上销量榜上排第4。那年10月，诺基亚还带来一款神机3310，这是一个有关砸核桃的质量传奇啊！光看外观简直平平无奇，84×48的单色屏幕，经典的这个按键排布，对比上代最大的变化就是额头上的听筒变成了竖向的一排5个，但只有2个是真的啊！你别看它普通啊，但3310防摔呀，它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能开核桃，那从那之后能不能开核桃变成了检验手机质量的唯一标准。你们肯定好奇啊，20年后这台3310还能不能一战呢？我已经把你们试过了，没有任何压力。也正是从3310开始，用手机砸钉子、高空坠落、车轮碾压、火烧这些极限测试被搬上了历史舞台，甚至下面啊被穿孔了，这个手机还能开机，那还有专门测试手机能不能挡子弹呢。那当时还流传啊，苹果是剑，三星是盾，就差诺基亚这个铠甲了。因为特别出名，3310经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里啊，比如这个黑寡妇、狂飙。在《钢铁苍穹二》里啊，2047年，未来的人类经历完这个核战争，返回地球，又捡到了一台3310，发现它居然毫发无损，还能用，哎，这就离谱。更好玩的是啊，2021年某部电视剧里，男主把女主这个诺基亚3310砸地上，被人踩了一脚，然后就坏了。这个剧情引发了网友大量吐槽，说编剧这是在公然诋毁诺基亚。那诺基亚为啥这么耐摔呢？通过3310，我们能看到啊一些蛛丝马迹。全身塑料材质，自重只有109克。拆开后，蓝色塑料外壳下面还有一层灰色的塑料内壳，双倍塑料，双倍耐摔。而且3310机身大部分用卡扣固定，摔落的时候可以卸力，那摔地上哪怕是散架了，你给扣起来装起来还能继续用。除了耐摔啊，3310续航长，信号也稳定，最终卖了1.26亿部。2015年，3310跟桑拿、摇滚一起入选了芬兰的国家表情，变成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另一边呢，摩托罗拉的2000年不太好过， CPU 被英特尔赶超， DSP 被德州仪器超越，泰星计划全面破产，两机研发投入不足，后续又遇到了中兴、华为这些低价入场。那年诺基亚的市场占比已经达到了30%，第二名摩托罗拉只有13.3%，爱立信已经跌到了10%以下，属于诺基亚的统治时期正式开始。说诺基亚的巅峰离不开塞班，但塞班最初啊可不是诺基亚一个人的。曾经有一家公司叫 Pixion， 1986年，他们早于苹果的牛顿项目开发出了全球第一台掌上电脑。1989年，他们早于 Windows 开发出了多任务的图形用户界面，叫 EPOC。那这是一串英文字母的缩写啊，直译过来就是电子奶酪片。想表达的意思可能就是想让大家用电子产品可以像吃奶酪一样简单。而 EPOC 就是塞班的前身。1998年 ，Pixion 看上了手机行业，拉拢这个三巨头啊，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组建了塞班公司。一年之后啊，第一批塞班系统的手机就出来了。当时各家大厂为了抢首发也是拼尽全力啊。先是爱立信，那不顾塞班系统早期的 bug， 推出了 R380。那几乎同时期啊，摩托罗拉也推出了自己的天拓 A6188， 还用上了触屏。但如今有句话叫不挑好不发布，这俩因为用上了封闭的塞班5.0，连软件都不能自由安装啊，这个反响就没那么好。反观诺基亚当时不急不躁打造着一台秘密武器，
2002年，诺基亚发布了塞班系统的成熟之作9210。这台手机曾经出现在不少影视作品里啊，比如《神鬼拍档》还有《终结者三》。9210的爷爷，也就是诺基亚9000，一般叫9000的都有两把刷子。它是诺基亚第一部可以连接网络的手机。说是手机啊，其实它是一个能打电话的掌上电脑。这个形态在当时算独一份，当然重量啊也是独一份，达到了397克。9210是9000系列的第三代，一上手就有种，哎呀，第一次摸折叠屏的感觉，哇哦 ，awesome！ 你别都说啊，9210和今天这个折叠屏真的很像，它们都有转轴，有展开、闭合两种形态。9210甚至还支持悬停，而且它的外屏形态跟当时的功能机相当接近，所有的按键都在。那它的内屏呢，是一块640×200、4.5英寸的彩色液晶屏，经典的手拉手开机界面终于有了颜色。另一边啊，它还是9000系列一脉相承的全键盘，这个商务属性也拉满了。作为高端产品，9210的外壳相当高级，机身的线条走的是硬朗风 ，ABC 面都做出了磨砂金属的质感。那它还有一个专门的皮套啊，把手机往里一塞，再往腰上一别，哎，这别人一看就得喊你一句大哥呀。但有个小彩蛋啊，9210也有天线啊，但它是藏在了机身顶部，用的时候需要抠出来。那受限于空间，920的听筒跟话筒都放到了手机背面，所以用这个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啊，你得把手机的正面朝外拿，那这个在今天看可能有点反制。它的处理器呢是英特尔，使用是 ARM 架构，那你没听错啊，就是英特尔的 ARM 处理器，频率高达66兆赫兹，性能是920那个 AMD 的处理器的两倍，是初代9000那颗英特尔 i386 的三倍。那没错，那个时候轰然大厂就在同台竞技了。当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塞班6.0，9210实现了以前很多手机上难以想象的功能，它不仅能查看彩色照片，还能放大缩小，并且用方向键移动。它甚至系统内置了视频播放器，你可以用它看视频。那录音功能也没有落下，还支持这个快进跟音频的编辑。系统界面呢也很好玩，与其说这是台手机，不如把它当成个电脑。桌面这个逻辑更像是今天的 Windows， 它有几个功能的快捷方式，也可以写便条保存到桌面，桌面上选中图标，点击这个功能键也可以跳出来菜单。再进到各种功能里啊，所有的窗口顶部都有蓝蓝的一小条，太 Windows 了。那至于它的办公能力啊，打开办公室里面的文字编辑、电子表格、演示文稿分别对应 Word、Excel 和 PPT。文字编辑里面，你不仅可以全键盘输入，还能修改字体的样式、插入表格、照片等等等等。像一些快捷键 Ctrl C、Ctrl V 也都能正常使用。编辑完之后，你还可以选择直接导出到 Word 文档。Excel 里呢，各种函数也有，同样能保存 Excel 格式，跟电脑端完全通用。那这办公室里的第四个功能啊，文件管理，无论是界面的图形、层级，还是右面文件的这个列表方式，都跟 PC 一模一样。而且9210居然有后台，连续点这个办公室的菜单按键，就会在已经打开的软件之间快速切换。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啊，领先台前调度20年。9210还支持拨号上网，内置浏览器，存储空间里面啊，内存占用也是用这个柱状图来表达，这些今天看都非常的熟悉。那咱们这台完整名字其实是 9210C， 那 C 就是 China， 是国内特供版。9210是诺基亚9000系列第一次出厂就有中文菜单，还预装了定制的9方2002中文输入法，支持笔画、双拼跟拼音输入。那但可惜的是啊，9210并没有预装任何的游戏，白瞎这块大彩屏啊。但它随机附带了一张16兆的 MMC 卡，并且支持热插拔。这种卡啊，形状跟现在的 SD 卡类似，就是会更薄。而且你听这个 MMC， 好像挺耳熟的是吧？它确实就是 eMMC 的存储的前身。9210的成功还帮助了塞班战胜了 Windows。2002年 ，Windows Mobile 要发布，一度被这个看作是塞班的末日啊。那可结果呢？它直接照搬了 PC 端的 UI， 导致在手机这个小屏幕上根本不能用。紧接着9210直板旗舰也来了，那7650绝对算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产品啊，它的外观很科幻，因为键盘放到了滑盖里，所以正面只需要保留几个功能键，屏占比提升了一大截。它还用了一块176×208的彩色 TFT 屏幕，色彩比9210更准，标志性的这个椭圆形的外光被扩大到整个正面，机身的各个角落包括键盘都用上了很多三角形的元素，那把滑盖推到底，摄像头就藏在后面。7650的系统叫 S60， 基于塞班 6.0 的定制，就像是 MIUI 跟安卓。和920完全不同啊， 7650的主界面更简洁，顶部是时钟加日期，中间是不带任何内容的壁纸，那底部右边是收藏夹，你可以把常用的功能都放进去。然后功能表里啊，跟安卓的桌面文件夹类似，你可以把这个图标随意的移动或者这个移进文件夹，所有图标都经过重新设计，
在这块 PPI 只有127的屏幕上啊，我在今天居然看到一种像素化的美感。中间这块圆圆的是五维摇杆，能实现上下左右按压五种操作，加上前面这个菜单啊，7650一出厂就是高度可用。那还有一个极为先进的功能啊，7650锁定之后会用几排像素把时间跟日期显示在屏幕上，这不就是息屏显示吗？那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这个白底自带动画的版本啊，大手牵小手这个开机动画第一次在手机上出现了。作为机皇，7650在相机上也下了功夫，直接把这个拍照下放到了左键，还用了一颗30万像素的摄像头拍出来的照片啊，我就不多评价了，毕竟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各位就打个分吧。那没想到的是啊，这玩意儿竟然还有肖像模式。那它这个肖像模式呢，就是把取中间这个画面中间一块拍完了，给你往红色拉一拉，显这个面色好看一些。然后它竟然还有夜景模式，那这个就是拍完之后把这个照片给你拉亮点。不过啊，7650在拍照上真正牛逼的地方是打通了分享渠道，拍完以后你可以马上用多媒体信息蓝牙或者红外把照片发出去，也可以晚点去图像管理上传到云空间。诺基亚最经典的这个求婚广告，那就是一个憨憨的男主用7650相机在街头分别拍上了 Will you marry me 四个单词发给了自己的对象，最后求婚成功。7650在当年啊，掀起了一股手机拍照的潮流，那而它极高的销量让诺基亚成了当时最大的相机生产商。音频方面呢，它也很强，除了硕大带防尘网的扬声器啊，手机左边还有这个按键长按支持语音控制。不过啊，你得先设置好这个声控标签，不管怎么说啊，这都比三星的 Bixby 早了整整16年。不过啊，7650也还有很多小问题，比如卡槽这隐藏的不错，但 SIM 卡一旦插进去就很难拔出来。五维摇杆呢跟滑盖不太搭，操作的时候啊总容易上下乱动。还有啊，我知道你们想看这个彩色版本的贪吃蛇，不是我不给你们看，7650它是真没有啊。但就像7650本身就是跟这个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推出的，内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全息投影、感应式的操作等等未来科技，诺基亚7650也以极为先进的功能形态奠定了手机往后的发展趋势，成了一代塞班机皇。在它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诺基亚的野心，原本摩托罗拉卖翻盖，三星擅长滑盖，诺基亚主打直板。然而7650一发布，诺基亚开始抢三星的市场了。除了滑盖，诺基亚当时也在探索更多手机的形态。2003年，他们发布了世界第一台游戏手机诺基亚 Engage， 有多少用过的？来举个手我看看。你看现在这些游戏手机啊，都是在这个外观上做个文章，最多加个肩键，加个风扇是吧？而 Engage 用了一种全新的半圆掌机形态。方向键在左，数字键在右，方向键支持8维的控制，5跟7两个游戏常用的数字键不仅做了醒目处理，还比其他的按键高出来一截，整块键盘的背灯也改成了很燃的红色。 Engage 这个内部的配置还相当不错，处理器比它当时对标的任天堂 GBA 还强，系统也经过定制，开机有一个炫酷的 Engage 动画，壁纸上还有龙跟城堡的元素。因为是塞班系统啊，所以游戏想在 Engage 上运行就得重新适配。诺基亚当时拉来了动视、暴雪、EA、育碧、Gameloft 等等游戏大厂，结果就是从泰格伍兹的高尔夫球到古墓丽影全都有。那这个手机呢，并不支持游戏下载，你想玩这些大作就得买专门的 MMC 卡带。诺基亚支持一些独立的游戏公司，比如在触屏时代开发这个愤怒小鸟的 Reveal， 当时就为诺基亚开发了一款蹦球游戏。那今天我再试了一下，不同游戏在 Engage 上的体验也不一样，像使命召唤这种 FPS 游戏需要的按键很多，就经常操作不过来。像对性能要求很高的 3D 游戏，画面相当一般，有的时候啊经常走近了才会这个建筑物才会刷出来。但是 2D 游戏呢，体验就还是很不错了，像育碧的这个雷曼3还有金属咆哮2，操作简单，画面流畅。作为初代产品啊， Engage 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作为一台游戏机，它换卡居然得先关机，开后盖，抠电池。而且它的听筒啊在手机的侧面，打电话的时候整个手机就得这么拿，特别的怪异。所以2004年诺基亚推出了第二代的 Engage QD， 听筒挪到了正面，打电话不奇怪了。卡槽放到了机身底部，支持热插拔。那同时二代还优化了这个键盘布局，整个机身更加紧凑，增加确认键，避免上一代这个打开退出游戏还得摁2次的繁琐。游戏主要用到了这个5跟7的方向键，也都做了这个透明的水晶材质，并且用橙色装饰。开机之后，键盘灯、桌面壁纸、电量指示条、功能表里面各种图标、菜单的选中，全都跟着用了橙色。那还有个特殊功能啊，如果你同时有2台 Engage， 就可以在同一款游戏里面用蓝牙联机，
当时的任天堂 GBA 啊，联机还得靠线，所以诺基亚在这两代游戏机身上可以说下足了功夫。可惜它生错了年代，2004年，两个怪物级别的产品发布了，一个是卖了1.54亿台的任天堂 NDS， 另外一个是卖了8200万台的 PSP。反观 NGAGE 啊，两代加起来只卖了300万台左右。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手机还是不太适合打这种复杂的游戏。即便是 NGAGE 改成了横握的形态，但屏幕只有 2.1英寸，比例还是比较诡异的11:13。而哪怕是任天堂上一代的 GBA 都已经用上了2.9寸3:2的屏幕了，更别提 NDS 那个双屏的怪物。 PSP 呢，更是把这块屏幕做到了4.3寸。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价格， NGAGE 刚发布那会儿卖300美元，而当时的 GBA 只要100美元，后面的 NDS 也只要150美元， PSP 卖250美元。如果你是游戏玩家，你选哪个？我猜大部分会选择游戏机。那非游戏玩家呢，那压根就不会考虑这个手机，所以他很尴尬。好在诺基亚整花活的时候啊，主流这个市场也没有落下。2003年，诺基亚又发布了全球第一台 3D 手机6650，它和7650的外观啊风格有点像，都用了大量的三角形元素，外壳用了9210同款的磨砂金属质感，只不过颜色会更深。为了支持 3G 啊，实体天线回来了，把 logo 下方这个银色的盖子拉下来，你就能看到一个7650同款的30万像素摄像头。不过这回啊更智能了，只要你打开盖子，它就会自动打开相机，关上盖子呢，这个相机就会关闭。而且除了拍照啊，它还支持96×128十帧每秒的视频规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可以说非常的有年代感了。6650在2003年就上市了，但国内的 3G 市场直到2007年才开始普及，所以啊它又是一个极为超前的产品。当然像游戏手机首发 3G 这些注定是少数人会买的，要走量还得是靠性价比。2005年，诺基亚发布了地球上至今为止最畅销的手机1110，是不是可以弹幕刷一波全体起立了？面对前面我们说过那些旗舰，1100并不突出，但也就是这么个小玩意儿，卖了2.5亿台呀！2.5亿台是什么概念？它比 iPhone 8系列、iPhone 11系列、11 Pro 系列、10S 系列，外加一台 iPhone SE， 这些手机的销量总和加起来还要再多1000万台。1110的外观就是一眼诺基亚，1.8英寸，96×68像素的单色屏幕，只能显示像素风格的开机壁纸。外面呢用了一个贼厚的塑料片罩着。机身上能不做按键就没有做，连关机键都给你集成到了键盘上。键盘呢还是这种连体的形式，机身全塑料，只有87.9克。它的键盘虽然没有接通跟挂断键，但用起来也很方便。桌面默认状态蓝色主按键就是打开功能表，拨号以后蓝色键就变成了拨通键，打电话的时候蓝色按键又会变成挂断键。那还有这个关机键，不仅能关机，它还能切换模式。下面这个 C 键不仅能在菜单里返回，还能在主界面打开手电筒。没错，这么小的手机它还在顶上给你塞了个手电筒。通过按键的重复利用啊，1110在这么小的机身上实现了所有的基础功能，我觉得很牛逼了。软件层面呢，1110支持自动锁屏，锁屏以后还得用组合键打开，防止放口袋里面误触。它也能设置锁屏密码和开机的 PIN 码。进入它的菜单，功能图标都是动态，而且你看这个流畅度啊，开机这个响应的速度啊，今天看都问题不大。它还预装了贪吃蛇2，对比初代贪吃蛇简直是鸟枪换大炮啊，多了战役模式，也就是闯关模式。另外一个游戏空间大战就更惊艳了，开局就是一个动漫式的开场，你能在里面用导弹轰这个 UFO。110的电池也是旗舰机的同款，搭配上低功耗的系统，待机时长干到了最长400个小时。发布售价100美元，国内这降到了499，2006年又降到了339，你就说性价比多高吧。它虽然没有像塞班系统那个彩屏手机花里胡哨，但却能让很多人拥有一部很好用也不无聊的手机。而且诺基亚给它又打了个销量补丁，随心换，你可以随意的选择前后盖的颜色。在9年后的2012年，诺基亚官方再次复刻，出了一个彩屏版的1100，也就是2003年啊，国内一部高中生发明了万能充，诺基亚加万能充变成了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外很多家庭的标配。可能是基础款卖爆了，诺基亚后来也有勇气整了一大堆千奇百怪的东西。那这个是诺基亚7600，也是叶子手机，机器整体是一个菱形，除了几个主要的功能键，其他按键都排在了屏幕两边，背光灯也做成了酷酷的蓝色，背面还是那个30万像素的摄像头，但是能把直径做得很大，很唬人啊。那这个颜值大家能打几分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辨识度是有的。
而且760这个两条中框电视盖板还有这个背板全都能拆卸，可以替换成其他的颜色。但是呢它不好用啊，大面积可拆卸的设计导致我想换个电池得先把中框扯下来，而且元器件跟接口裸露，导致这个中框千疮百孔，充电啊这还凹陷去一块。 SIM 卡槽呢也很难用，插进去就拔不出来，它还没有 MMC 这个卡槽，不支持这个存储拓展，再加上它这个听筒位置特殊啊，它就像第一代 N-Gage 一样，打电话得竖着拿。打字键盘分成两侧，如果用习惯九键就很难适应，而且菱形的机身不管怎么拿都比较撑手。唯一好用的可能就是这个独立的快门降键了。这些形态上使用的问题啊，导致7600看起来更像玩具而不是手机，而且当年啊它还卖5000块啊，死贵。不过诺基亚马上就在下一代7610上修复了这些 bug。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诺基亚手机啊，这是我的青春。它的外观依旧保留了7600的风格，左上右下打磨成了圆角，然后在正面用银色跟红色装饰条，那这回这个叶子手机就更和谐了。按键的设计依旧特殊，采用曲线切割，但这回不影响用了。还有这个背面这个图案设计啊，加上银色这块很有层次感。这个摄像头呢升级到了100万像素，画质比以前的30万要好一点。打开后盖，这回也上了 MMC 的卡槽，内部 UI 也有了更加特别的设计，桌面时钟跟背景是灰色系的条纹状，和后盖相呼应。桌面的壁纸呢又是红色爱心加影子，和正面相呼应。那后来诺基亚也为7610申请了外观专利，能够脱离横屏竖直，把曲线在手机上做得这么好的，至今也很难超越吧。7610搭载的是塞班 S60 V2 系统，可以通过 MMC 卡装一些应用和 SISGR 的软件玩很多游戏，甚至可以保持后台。那记得当时我还在用山寨机呀，7610给了我这个小小的系列一个大大的震撼。那还有，你听说过口红充电宝、口红耳机，但你绝对没有听说过口红手机吧？哎，这就是7280，诺基亚针对女性市场的作品，叫倾城系列。诺基亚7280最奇葩的，它真的是改成了口红的样子，往上一拨就会露出口红液外的暗红色，然后背面的隐藏摄像头也会露出来，再加上外壳这个大量的白色方环啊，它的时尚程度在今天都不落后。这个手机刚给我的时候啊，我都不会用，它的屏幕细屏的时候就是个镜子，但一开机它就会变成小屏幕。和之前所有的诺基亚都不一样啊，7280的按键跟屏幕是横向排列的，四个功能按键都在同一个方环上，接通跟挂断分别用绿色跟红色的小灯来表示。系统界面呢也跟着变了横向，功能选项都靠右站，桌面壁纸是几片树叶，菜单背景呢就是倾城系列标志性的方环，菜单图标变成了这个蓝白的配色，切换会有这种条纹的动画。整机重量带个绳也只有86.9克。为了极致的瘦身，7280超前的用上了需要卡针的 SIM 卡槽，电池是极为先进的不可拆卸，甚至为了好看它抛弃了全键盘，也没有方向键，所以不管是翻动菜单还是输入文字都得靠转动这颗轮盘。新奇是新奇啊，但效率也是真的很低，用它打电话我就有种用老师这个转盘机的感觉。挂断键集成了开关机，第一次用啊可能会懵逼，但不影响它帅呀。除了研发这些特殊形态的手机啊，诺基亚还会给正常的手机加上特殊的功能，让它看起来没那么正常。比如诺基亚320跑马灯之王，这手机没开机啊，看着挺正常是吧，但一开机伴随着音乐的节奏，机身周围这个四个灯就会先亮起来，给你一场小型灯光秀。然后当你打开铃声，哎，这不蹦迪的感觉就来了。更离谱的是啊，它连屏幕都会跟着闪，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屏幕坏了，只想艾特一下这个 Nothing Phone 看一看什么他妈才叫跑马灯。在中低端大包大揽的同时啊，当时诺基亚的高端也有很强的溢价性。2005年他们发布了一台旗舰手机，国行售价高达14999元，它就是诺基亚8800。它曾经出现在2008年这个刺客联盟这个电影里，还有2021年人潮汹涌，当时刘德华手里那台就是它。在8800之前，诺基亚的旗舰机很少用金属外壳，就算用了也会给你做成磨砂的。但8800，你看啊，把这个金属的光泽感发挥到了极致，大面积都被亮闪闪这个全金刚覆盖，整台手机在自然光下闪闪发亮。仔细看，这个金属表面还带着一点拉丝。8800这个三维跟诺基亚1100比较接近，甚至更薄，但重量比人家重了将近50克，所以拿在手里妥妥的一个小钢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买好看的手机了吧？那性能总有一天会落后，功能总有一天会落伍，但帅，哎，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特别是全金属机身啊，像今天的旗舰为了无线充电已经基本告别金属了，是吧？为了配合这副好皮囊，8800的系统内部的图标、各种提醒的图案，乃至于电池电量都加了阴影，营造这种立体感，这在当时啊还是比较罕见的。常规旗舰做到头就该卷这个影像了。2005年，诺基亚发布了第一台和蔡司联名的手机，影像新物种诺基亚 N90。啊，对了，在2005年 N70 之后，诺基亚的机型命名从四个数字慢慢转向到了字母加两位数字，从此打开了塞班2.0时代。N90 除了翻盖，还有三个转轴，键盘能往下翻，屏幕呢不只能往上翻，还有个独立的轴可以横向旋转。手机展开的时候，凸出来的就是它这个来自蔡司的200万镜头，它也能转。通过这些旋转结构，我们能把这台手机组装成一台 DV 机的样子。你可以把摄像头朝前拍风景，向上拍天空，或者朝自己拍 vlog。 快门键做成了透明键帽加红色装饰的设计，跟相机一样支持半暗对焦。但就是这么一台影像旗舰啊，我找了半天居然没有相机图标。后面才知道它打开相机的方式很奇特，你只要把屏幕转过来，它就知道你要拍照了，自动打开相机。拍照的时候啊，外面这个小屏幕就会显示相机图标，仪式感满满。因为在拍照模式下这个键盘很难操作，所以我们就得由屏幕上这两颗功能按键配合键盘侧面这个摇杆来完成。相比之前 N90 相机的选项显然更丰富，视频有三档画质可选，最高档是 288×352， 每秒15帧，这个用来记录一下生活还可以，那起码能看清这个视频里面在干嘛。录像除了白平衡跟色调可调之外，还有这个夜景模式。那拍照呢，相比于录像多了曝光补偿，场景多了运动跟微距， N90 还支持连拍，只不过是每秒一张啊，拍完之后还得等它一张张保存，现在看肯定是不够，但在当时还是很牛逼的。对比之前的100万镜头啊， N90 只能说是碾压，白天不管是画面的解析力还是整体的色彩，晚上也是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区别。 N90 上了基于塞班 8.1A 的 S60FP3，这是塞班系统上最大的一次变革，桌面有一排常用的图标，功能表的优先级被降低，两侧这个功能按键分别是信息跟多媒体，那系统所有的图标都变成了拟物化的风格。那当然啊，按照惯例，第一代是不成熟的一代，因为处理器性能不够， N90 日常逛菜单都得等好一会儿，拍照还经常会卡住，去媒体库里面回看照片更是一种煎熬。所以还是啊，第二年诺基亚就发布了完全体 N93i，不仅系统更流畅，还上了双铰链。除了 N90 这个拍照形态啊，它又能像掌上电脑一样把屏幕侧翻使用，还拥有真正的3倍光学变焦。它也是2017年《变形金刚一》里面注入火源能量以后变成暴躁小机器人的那个手机。2006年，随着 MP3 的火热啊，音乐成了主流的娱乐方式。手机这边呢 ，LG 推出了巧克力音乐手机，索尼也有 Walkman 系列。诺基亚也有不少的经典的音乐手机，这首当其不冲的就是2006年的诺基亚5300，这台手机太经典了。诺基亚的上下分别做了6个按键，其中一个是拍照，那其他的就是针对音乐的控制按键。不过我们这个确实这个塑胶不耐久啊，经过各种十几年的风尘洗礼，我们这个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红白配色的机身也很讨小姐姐的喜欢，手机背面还有这个自拍镜。5300瞄准的就是线下市场，并且靠着《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电影啊大火了一段时间。那这个电影谁看过？没看过是吧？那 Eason 唱的那个《爱情转移》应该都听过吧？还有台5700啊，哎，乍一看跟5300好像没啥区别，但你别急，揪住下巴，哎，然后把这个数字键一旋转个180度，哎，这不就成 MP3 了吗？那当然，5700不是诺基亚出扭腰的第一台啊，上一代叫3250，不过毕竟作为第二代，那肯定更好。它先是针对这个扭腰做了系统的适配，因为键盘这面5700就是个正常手机，一扭过来啊，系统就会立刻给你切成音乐播放界面，秒变 MP3。然后它居然还有双扬声器，扭过来的时候啊，刚好在同一侧，大家来听一听效果。怎么样，尤其是人声的效果啊，在当时绝对算一等一的好。而且摄像头也放到了这个底部旋转的部分，所以5700也能像新物种 N90 一样实现旋转拍照。它还新增了全景模式，可以把照片横向缝合在一起。
那虽然它看着跟5300差不多，实际上定位高很多。当年的宣发很给力啊，出了一个变形金刚的联名版，当时卖3000块。那如果是你，你愿意购买吗？那当然，上面这两台都是塑料机身啊。诺基亚有没有一台硬核一点的音乐手机呢？有，诺基亚 N91。N91 外壳用上了金属，所以相当厚重啊，当时卖7000块。方向键这里变成了音乐控制按键，一键就能听歌。播放歌曲的时候啊，桌面还会把这个播放的状态显示出来。那它的硬核在于两个第一，它是全球第一款配置3.5毫米耳机孔的手机。而且 N91 当时就上了德州仪器的解码芯片跟耳放，推力在当时的手机里啊也是数一数二的，能推动很多大耳。那第二， N91 内置了一块4G 的机械硬盘，这块盘依旧是世界上最小的机械硬盘，0.85寸，比1元硬币大不了多少。那在2006年，4GB 的手机是什么概念啊？同年发布的旗舰 HTC、索爱，包括诺基亚自家的 N73， 机身存储都只有64兆。操作系统上用完基本就只剩20兆，就算能插内存卡也只有128兆。按照今天的比例来说啊，就相当于你用这256G 的手机，然后有个人从刀中从当中掏出一台 51.2TB 的手机出来，这个简直就是 NAS 随身带了。那当然，机械硬盘怕碰撞，那手机呢经常带出门，所以 N91 顶部就有一个硬盘锁，不用的时候记得上锁。在 N91 的2000之后，有另外一款用了微型机械的移动设备，它的名字你们可能更熟悉，叫 iPod Classic。 但诺基亚的辉煌背后也暗藏杀机。2007年因为过热问题，诺基亚召回了4600万块电池，涉及52款机型，同时大洋彼岸暗流涌动，第一代 iPhone 发布，随之而来的还有 iPhone OS 1。那当时谷歌刚刚打算出安卓，那这原本是一个更接近塞班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支持全键盘，但看到当时的 iPhone OS， 安卓选择了赶紧回炉重造吧。但诺基亚呀，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你一个 iPhone 连彩信都不支持，能有什么用？还有安卓作为开源系统，内容怎么管理？所以诺基亚转头就把塞班整个公司买了下来。那塞班系统呢，也顺势来到了下一个阶段。2008年，诺基亚又发布了一台塞班机皇啊171。首先，外观来了一个大更新，屏幕改成了横向的3:2比例。2.4寸啊，虽然遥遥落后于 iPhone， 但总比之前的诺基亚大了。首先有的开机界面这回展示的更加完整。171作为直板机，居然配备了全键盘，26个字母，一个不少。那这个键盘密度真的恐怖，我估计手小点的还好，你要是像姚明、奥尼尔，恐怕就得拿牙签去用了啊。我记得在171之后，当时全键盘成了高端商务手机的象征，有点像现在的折叠屏。连那些电视购物的山寨厂商啊，也纷纷做起了全键盘。171的桌面配置也很不错啊，全金属后盖下面藏了一块在当时算巨大的锂电池，容量来到了1500毫安时，可以3天一充。机身上还多了一个先进的 micro USB 接口，不过不能充电，只能传输数据。后置摄像头旁边还有闪光灯跟自拍镜。系统呢是全新的塞班 S60V5， 你可以理解成是 S60V3 这个触屏版。新增了桌面模式切换，你可以预先设置好，然后一键切换成壁纸主题，还有桌面上这个那排应用程序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更新就是在锁屏界面，不仅变炫酷了，还能变颜色。锁屏的时候按下方向键就能快速的查看时间，这个时候键盘灯还会慢慢的亮起来，然后慢慢的按下去，这个质感就很高级。而且到了2008年啊，塞班系统的主要生态已经初步成熟了，再加上171已经用了369兆赫兹的 ARM11 处理器，性能足够，所以你可以用它畅玩《超级玛丽》《红色警戒》《文明4》这些大作，还有一些我们后来见过的应用啊，比如天天动听、有道词典，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流氓软件啊，比如某讯手机管家，一旦启动，它这个图标就会一直在桌面上，把日期给挡住，甚至锁屏界面都会有它的身影。没想到啊，它从塞班时代就开始耍流氓了。171就属于那种各个方面都很强、大包大揽的旗舰，在电影《女人不坏》里，张雨绮的表弟就拿这款。那后来，诺基亚还发布了171的低配版163，金属外壳变成塑料，屏幕、处理器基本都没变，连键盘布局都是一样的。那高端商务机直接变成街机。那这玩意儿啊，某东上今天依旧有人在卖 ，B 站上啊，现在还有人在出破解教程。
诺基亚5800音乐手机，玩乐，分享，触控。可能是受到初代 iPhone 的影响啊，诺基亚开始开发这个触屏手机，诺基亚5800诞生了。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台手机啊，在蝙蝠侠黑暗骑士里，韦恩改造了一台5800用来接收这个声纳信号。可惜啊，这个手机当时用的是已经落后的电阻屏，表面有一层塑料膜一样的东西啊，按下去就会觉得软塌塌的，而且体验它是真不行啊，多点触控别想了，还特别容易误触。有时候啊，你只是想滑动一下界面，然后就不知道点到哪个软件里去了。这种需要精准用手指甲操纵的情况下，手写笔就成了必需品，而且你还得时不时去设置里面校准一下。不过就像乔布斯里那样吐槽的呀，这么一根细棒子不知道哪天就搞丢了，那个时候呢就得用指甲戳屏幕。不过我小时候还是觉得呀，有笔才让这个手机显得更加的高级。但是呢，市场的反馈是真实的，5800发布的时候价格3000多，最后只卖了1300万台。好在诺基亚总能想到卖货的办法，把5800外观砍几刀，这个摄像头的缩缩水，再加一个多彩后壳，再来一个亲民的价格，就成了5230，卖了1.5亿台。那个后来我们也做过视频。那后面诺基亚还做过不少触屏手机啊，比如双尺寸双高端的 N97 跟 N97 mini， 这俩手机呢是侧滑盖，展开后露出全键盘，形态很像一个小电脑，当时看着也真的帅惨了。但是从键盘里也能看出来啊，诺基亚当时对这个触控还是不太重视，这个我们也单独出过炒冷饭。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啊， N97 mini 的相机竟然没有阉割，像蔡司镜头、500万、自动对焦这些该有的也都有。光线充足的时候啊，两台 N97 对 iPhone 3GS 那基本就是碾压，但是在弱光啊就出现了反转。但是 N97 啊，你弱光可以开闪光灯啊， iPhone 就只能抓瞎。所以 N97 mini 用现在的话说，那妥妥就是小屏旗舰。而且虽然初代 iPhone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当时诺基亚凭借技术的积累依旧能在某些方面赢过 iPhone， 那这或许就是诺基亚不紧不慢的自信来源吧。如果说有这么一台手机，它有 OLED 大屏、双扬、可变光圈，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 Mate 50 Pro， 但14年的诺基亚 N86 就已经做到了这些。这个手机的外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仅仅是一部精致好看的滑盖机而已。但诺基亚又开始点科技树了，我们挨个来看啊。 N86 正面是一块 2.6 英寸的 OLED 屏幕，分辨率 240×320， 那虽然颗粒感比较严重，但当时的他们都是 RGB 的排列，清晰度跟其他的 LCD 也没有什么区别。 OLED 屏幕的优势呢，就是会更鲜艳，显示花花草草会更加的好看。而且因为 OLED 的黑色啊不发光的特性，它的息屏显示功耗就比之前关闭这个背光的 LCD 更低，只不过 N86 啊最多只能显示60秒，所以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叫 AOD。 那你以为这个手机只能上滑吗？不，它还能下滑，然后顶部4个按键就露出来了，这些按键可以直接控制音乐播放暂停，也能在拍照的时候进行避震操作，或者你把它们横着拿，方向键在左边，4个功能键在右边，那是不是跟掌机的布局很像？那没错，这也是 N86 的用法之一，用来玩 Engage 平台的游戏还是很趁手的，当时这个设计真的是迷死我了。双扬就没啥好说的，只要这些手机稍微有点音乐或者娱乐的基因，诺基亚都会给他们配双扬。那就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机器啊，谁帮我们看一看已经有几台双扬生气了。最离谱的是啊， N86 还是世界上第一台可变光圈的手机，而且是第一次就给了3档，分别是 F4、F3.2 跟 F4.8。 和 N97 一样啊，只要把摄像头这个盖板划开，相机软件就会自动开启。如果你仔细看 N86 这个镜头结构啊，就会看到3层的塑料片，和现在多个叶片来开合调节光圈的方式不同啊。那这时候手机上光圈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三个环直接叠起来，需要用到哪个档哪个光圈就会闭合。但是呢，它不能手动来给你调，只能依赖手机自己来识别。诺基亚花的小心思啊还不止这些啊，拍好照片只要扣开相机旁边这个支架，它就能自动打开相册，让你支在桌子上查看。N86 的相册啊，界面比较有趣，按下任意方向键，照片就会像跑马灯一样不断这个轮转，这个动画效果就很顺滑。个人认为啊，已经不比苹果这个 Color Flow 差了。不过呢，我不建议对 N86 的拍照效果有过高的期待啊。光线充足的时候啊， N86 的照片顶多就是糊了一些，噪点多了一些，大体还是能看的。只要是遇到了逆光或者弱光场景，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啥也看不清了。N86 是诺基亚对新技术的一次尝试。可变光圈、OLED、息屏显示都做到了领先业界好几年，为诺基亚后面的产品铺平了道路。
同年九月份，诺基亚还推出了全新的 X 系列啊，叉系列啊，得到这么叫。它的前身是 Express Music 音乐手机。那咱们前面聊的5700就属于这个系列。那叉系列呢，同时发布了两款机器，分别是X300跟X600。单从外观上看啊，X3屏幕侧边有音乐控制按键，算是5300的迭代嘛。X6屏幕右上角有个多媒体的控制按键，算是5800的迭代。这两台手机都从前辈身上继承了很多音乐基因，也获得了全新的外观设计语言。5300跟5800都属于比较圆润的，那X3跟X6正面就变得棱角分明，当时非常的戳我。而且这两台手机的设计元素啊高度统一，正面都是黑色的钢琴烤漆的盖板，好看，单沾指纹。X3跟X6的背板呢也都是亲肤的黑色材料，上下两端还有这种波纹点状的装饰和双扬声器相呼应。X6 的扬声器呢直接开到了两面的转角处，里面还有一个金属防尘网，那倒是没有很廉价的感觉。而X3的扬声器就夹在屏幕和键盘中间，你看这两台颜色的就是。来放一首歌听听吧。我个人还是觉得X3的音质更好。X6的扬声器吧，时不时就有点破音。而且咱们这个X3啊还有个独占卖点，它内置了 FM 天线，所以这个手机你不用插耳机就能直接收听广播，这个连更高端的X6都不支持。相比5800， X6 虽然用上了电容屏，但依旧不支持多点触控。如果想这个双指捏合缩放照片，对不起，办不到。可以看出来啊，诺基亚对于这个触屏依旧是闹着玩的心态在做。2009，诺基亚还有一个可能不那么亮眼的新机，但在我身边有很多人在用，我当时也很想买。它做工的配置也足够良心，价格也不算很贵，那就是6700S。S， 那这个手机前后都是金属材质，再加上两面都有非常圆润的这个弧形过渡，手感特别的好。因为主打时尚，这个手机有6种配色，每一种配色都调得非常的诱人。我手里这个就是中国红，它没有大红色那么明艳，有点像偏枣红。有些角度啊甚至会变成玫红色。6700呢搭载一颗600兆赫兹的 ARM11， 性能完全不用担心，而且运行的是 S60V3 系统，内置了非常经典的蹦球游戏。那这个游戏当时我一周就全集齐了，有没有比我更快的？而且这毕竟是智能机嘛，你还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些第三方的软件，常用的软件基本不缺。而且它竟然还有一颗500万的蔡司镜头和一个自拍镜头，平时拍风景自拍都能用。最关键的是啊 ,6700S 它不算贵，1000多的价格也很有性价比，也让这台手机成为一个小爆款。与此同时呢，为了保证自己的销量，诺基亚依旧坚持机海战术，比如诺基亚的 C 系列，它是面向年轻人的终端系列性价比手机，比如这台 C600， 侧滑全键盘，500万相机，还有熟悉的434兆赫兹的处理器。哎，这不就是诺基亚 N97 系列的平替吗？那虽然 C6 丑了点，但相比于 N97 那个傻大黑粗，我只花了 60% 的价格就获得了你 80% 的体验，还是很值的。而 C700 就是 C60 的升级版，用料做工都高了一个档次。 C7 屏幕周围多了一圈不锈钢包裹，屏幕盖板也是亮颜色，而且它的电池盖用上了全金属，相机呢也升级到了800万，甚至有点商务机的感觉了。而伴随着 C700 塞班系统从 S60V5 进化到了塞班3，也是大更新了。那说是大更新啊，不如说是被逼出来的产物。它支持了多点触控，更多的支持电容屏，支持向下兼容 S60V5， 同时还支持更高的硬件，还有一系列比如 3D 加速这些配置。但相比于 N97 啊， C6 跟 C7 的变化只能说太小，包括之前的 X 系列这种无中生有硬生生整出一个新的系列的操作啊，就很难不怀疑诺基亚是在做文字游戏，想借此吸引消费者，多少有点黔驴技穷的意思了。那说是挤牙膏啊，诺基亚当时还有过
把一台手机拆分成两款手机的操作，比如2010年的 N8 跟 E7 都是非常经典的旗舰机啊。它们的设计非常相似，都选择了全机手机身，但 N8 突出的地方就是这个相机模组，这一看就知道这个拍照很强。1200万的蔡司相机，像素数是同时期的 iPhone 4的2倍还多，解析力那自然是更强。加上当时比较少见的先进闪光灯 ，E7 就只有普通的800万相机和 LED 补光灯。那很明显啊 ，E7 的重心是大屏幕跟全键盘，这些都更有利于商务人士。而且 E7 啊还首发了塞班3的 PR2.0 版本，叫塞班3安娜。不过你们发现没有啊，诺基亚之前出过一台手机，它既没有大屏全键盘，又有不错的相机，没错，就是 N97。诺基亚相当于把 N97 卖点拆开来卖，分别针对更加细分的市场。全能旗舰变成了影像旗舰加商务旗舰，那这波操作啊，库克家的都得乖乖听讲。好在摆烂只是暂时的 ，X6 的下一台手机 X700 都远远的超乎了所有的人意料。X7 的外观设计非常有意思啊，棱角分明的正面看着很有攻击性，但背面又是非常温和的弧形，这个手感很好。它的侧面有两个卡槽，上面是只插 TF 卡，下面是插 SIM 卡。我只需要用这个指甲抵住卡槽的有个小点标记的地方，等另外一头翘起来，直接一拔就出来，非常的方便。那相信你们也注意到了，屏幕四个角落到这个网孔了，没错，扬声器就在这里面。但 X7 啊，它不是四扬，它是下面的两个双扬，平时整个听歌啊，就还是正常的双声道。要是我横着看视频，声音还是是从一边出来，那这个呢，那就是传说中的单边双扬嘛。我怀疑苹果的 iPod 就是跟它学的。那这次诺基亚还请来了全新的 3D 地图，不同于国内一些偏卡通风格的建模啊，诺基亚直接用卫星图像来作为材质贴图，画面更逼真。诺基亚的项目啊，虽然比谷歌晚了6年，但依旧领先苹果。只可惜啊 ，3D 地图从来没有在大陆上线过，诺基亚地图服务也早就关闭了，那现在已经没法演示了。但我还记得啊，以前看《变形金刚3》的时候，男主就是用X7那个 3D 地图功能找到了反派藏身的大楼。当时我还没见过什么世面，我感觉我操，这功能太他妈牛逼了。那这几年诺基亚一直在做各种尝试，机海战术也没有落下，但因为对触控屏的忽视，销量已经停滞了。2010年，诺基亚的市场占比量下降到了32.9%，接近了1997年以来的最低值。讲诺基亚808之前，还是想带一带这个两个小插曲的代表作啊，一个是末代机皇 MIGO， 一个是上了贼船的 WP。诺基亚 N9 不跟随，我当时的 Dream Phone 啊，我从市重点的考不上的水平，就是为了这个手机奋发图强，挑灯夜战，不怎么睡觉啊，就是半年逆袭到了省重点沈阳市31中学。它的外观跟市面上当时那些妖艳贱货比，完全不是一个维度。当时全球首款的 2.5D 屏幕，玻璃边缘这个弧度比较大，和外壳完美的衔接在一起，而且它表面没有一颗螺丝。那你们能给 N9 的外观打几分呢？在我心里啊，它就是最美的诺基亚。N9 的最大特点要教它这个 MIGO 了。刚上手你会发现图标跟塞班很像，但是它的操作方式会告诉你，这根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N9 正面没有任何按键，滑动贯穿整个操作系统，这种理念在当时也是仅此一家。这个我们也做过详细的上脑饭，今天就不再赘述了。那这个系统的软件可以说非常少啊，因为大部分开发者都在 iOS 跟 Android， 不只是游戏没几个，常用的软件比如 QQ 音乐都让我等了好久，到头来等了一个简化版。那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MIGO 项目被叫停，下一代 N950 胎死腹中。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MIGO 团队解散以后，原成员建立一家新公司，他们基于 MIGO 做了一个其余系统，2016年成了俄罗斯替代 Android 计划的首选系统。那 MIGO 没成，诺基亚还有个方案，2011年底，诺基亚跟微软的合作成果出来了，路面800。但这回发布会上演讲的是从微软空降来的新 CEO 艾洛普。那这兄弟一上任就把诺基亚 MIGO 和安卓的项目全都砍掉了，把资源几乎全都倾斜在了 WP 手机上。路面800几乎继承了诺基亚 N9 的外观，只是一些细节上的改变。一亮屏啊，这个系统的逻辑就变了很多，这是微软的三大金刚按键。桌面上的磁吸会动，循环展示这个信息，那这不就是地铁里这个电子信息盘差不多吗？怪不得叫 Metro UI。点开一个应用，这个翻转的动画就非常的炫酷，太丝滑了。然后这个点开这个磁贴会出现下陷的效果，
那明明都是扁平化的设计，它愣是做出了 3D 效果。可惜啊 ，WP7 好看是好看，但设置分类非常混乱。最上面两个大类系统啊和应用没什么问题，但是下面的主题跟壁纸直接放在了最外面，日期、键盘、区域这三个也放到了最外面。微软，你难道没学过合并同类项吗？它的卡片式后台长按返回键就能打开，但是我却不能自己关闭。为了防止打开软件过多卡死 ，WP7 最多保留最近五个软件。至于它是什么时候会杀后台，那我也不知道。而且 WP 的系统优质软件啊也没有很多，我记得商店里还是一堆手电筒。好在诺基亚经典的来电铃声还在，我甚至翻到了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铃声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给你们放一段。怎样才能关注花生说的咸鱼呢？点击举报也没有关系。因为 WP 系统的失败啊，2011年诺基亚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 15.7%， 对比上一年几乎对半砍啊。作为新势力的苹果跟三星双双接近了 20%。 可能是觉得新系统不太行，诺基亚千不该万不该，他又做了一台也是最后一台三百手机，诺基亚808。那这块屏幕值得我说道说道。我们都知道早期的 OLED 屏幕息屏容易发灰，一体性远不如同时期的 LCD， 但808用上了 Clear Black 技术，降低这个屏幕反射率，让屏幕更黑。那这不是诺基亚第一次用了，但是808的表现非常的亮眼，明明是非全贴合的屏幕，这个一体性比2017年的 OLED 手机还要好。808虽然是四寸屏，但拿在手上啊就感觉非常的坠手，整机足足有171克，和 5.7 寸的魅族 Pro 7 Plus 差不多重，那这个在当年也算是健身器材了。那到背面你会发现这个硕大的镜头模组啊，先进闪光灯、摄像头、扬声器被包在这一圈里，最外面还有一块不锈钢的覆盖，整个凸起非常的恐怖，就跟火山口似的。哎，是不是很眼熟？在模组里面，诺基亚用了一颗 1.2 分之英寸、4100万像素的摄像头， CMOS 尺寸前无古人。那后面的来者也等到两年之后的松下 CM1。 我就用 iQOO 10 Pro 跟它对比吧。在默认模式下， iQOO 的算法痕迹很重，它会往讨好眼球方式去优化，而808就比较接近相机直出的表现。但是呢，808没有什么 HDR 或者阴影算法，晚上拍照要么打开闪光灯，要么拉长这个曝光时间。那不管哪种方法啊，都不如现在的手机随手点一下出来的效果好。但是这颗呢超大 CMOS 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吗？那并不是，808有一个全像素模式，只要光线充足，808的解析力可以压制 iQOO 的高像素模式。那这个绝对是极具突破意义的产品啊。但是当年呢，跟三星的 S Zoom 一样，虽然都是影像新物种，但都属于小众手机，对销量帮助不大。而 C3 到这儿也基本来到了最后一个大版本更新 C3 Bella， 系统支持最高6个可横向切换的主屏幕，用户可以在上面随意的创建、删除跟拖拽小插件，这点跟 Android 非常的类似。而且在这代啊，诺基亚终于给了全新的通知查看，那下拉通知菜单里面包括了蓝牙、WiFi、移动网络。以及声音模式的快速开关，所有的通知也都在这儿。Bella 系统最后更名为 Nokia Bella FP2， 诺基亚808就可以支持到这儿了。像 N8 一类的 C3 机型就只能停留在 FP1。 2012年 Q1， 三星智能机加功能机总出货量超过了诺基亚，成功登顶，这也宣告着诺基亚15年的老大位置终究还是没守住。那C3终究是过去时啊， Lumia 新旗舰还得继续做，那这儿就是诺基亚 Lumia 920，那这可能是最让人失望的一代了。外观上它依旧是 N9 的一代拉皮版，就是细节啊有进有退。920连同名牌和侧面的按键换成了陶瓷材质，但是底部多了两颗螺丝。那大问题啊还是在软件。那年微软给大家整了个活，新出的 WP8 直接从 WP 的 CE 内核变成了现在的 NT 内核，那这就导致啊 WP7 的手机跟 WP8 互不相容。那你想想啊，刚发布两年的 WP7 系统就这么被抛弃了，那经过微软这么一折腾，直接吓退了一大波用户啊，让 WP7 在本就不高的占有率上面雪上加霜。而且 WP7 啊之前的问题很多在 WP8 上也都存在，设置里面新增的功能反而更加的混乱。920最亮眼的功能反而是无线充电，你想想啊，苹果是2017年的 iPhone 8才支持的，920比 iPhone 8早了5年。
从920往后啊，诺基亚的剧情就是一路的溃败啊，路面1020，外号奥利奥。那这是诺基亚第二次尝试大底高像素的相机，无线充电也做成了外设，再加上难用的 WP 系统，诺基亚在苹果跟三星的双重夹击下寸步难行。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突破了10亿，首次超越了功能机，而其中诺基亚只占了3%，哪怕算上传统项目的功能机，也只有13.8%了。同年9月，诺基亚以73亿美元的价格把手机业务贱卖给了微软。为什么说是贱卖呢？因为这个价格只有诺基亚巅峰市值的1/16。诺基亚任 CEO 的埃勒普也顺势跟着回到了微软公司。微软这波左手倒右手的操作，我真的是佩服佩服。路面1020发布仅仅3个月，卖身微软仅仅1个月后，路面1520猝不及防就来了。6寸超大的屏幕啊，陶瓷按键和无线充电的回归，机身重量也突破了200克，那宽度呢也来到了85毫米啊。这种超大屏虽然较好，但是对销量帮助也比较有限。而且相机在那个时候啊，也被苹果赶超了。1520换成了2.5英寸的 CMOS， 对比 iPhone 5S， 路面1520高光压制还是不够出色，而且暗部有涂抹，细节也不够清晰。极限弱光下，虽然两台手机的噪点差不多，但 Lumia 也没有对上焦，就糊成了一团。销量不断萎缩。2014年4月，诺基亚发布了他们最后一台印有 Nokia 商标的 WP 手机 Lumia 930。930的设计跟之前的 Lumia 都不太一样，边框改成了铝合金，也不再是 Unibody 的聚碳酸酯塑料。Lumia 手机一直都是正面方，背面圆。那930呢？四边是直角边，那下面啊握着就会感觉这个手机比较硌手。它出厂搭载的是 WP 8.1 系统，可以说是史诗级更新了。系统不再限制后台的留存数量，还支持自由关闭软件进程，但还不是上滑卡片啊，而是下滑。从主屏幕顶部下拉就能弹出这个控制中心，虽然只有4个快捷方式啊，但也聊胜于无嘛。旁边的 APP 列表也支持首字母这个自动分类，现在只需要点击字母就能快速的定位应用昵称。伴随着 WP 8.1 上线的，还有微软自研的语音助手小娜，英文名叫 Cortana。我曾经以为啊，它是最聪明的语音助手，它不仅会打开软件、设置闹钟这些简单的操作，还会讲笑话、唱歌。那不是现在直接播放网络歌曲那种敷衍你啊，它是真正意义的去唱歌。如果你对小娜说启动自毁程序，它是会真的倒计时的，然后嘣吓你一跳，特别有意思。只可惜啊，现在手机上的小娜已经停止服务了，而 PC 版也跟 Siri 一样笨得要死。可能是库存没清完，也可能是因为摆烂，这回930的 CMOS 竟然没有换，是1520的同款。你们可以猜一下它的拍照表现。没错，930的确又进步了，已经跟 iPhone 5S 非常接近了。Lumia 近几代 CMOS 一直在缩水，但为什么实际效果却变好呢？我猜大概是因为 ISP 跟软件的算法共同发展吧。我一直觉得啊 ，WP 的关机动画非常的人性化，长按电源键下滑关机，它还会显示再见两个字。不过这回诺基亚跟微软是真的再见了，之后的路面手机上印的都是 Microsoft。 可惜最后的诺基亚也没在市场掀起波澜。2014年，诺基亚彻底沦为 Others， 和智能手机市场说了再见。但大家不曾预料到啊，诺基亚还有复活的机会。2016年， HMD 公司得到授权，可以用 Nokia 品牌推出手机产品，说人话就是 HMD 为诺基亚研发贴牌机。那这其中过程有些波折啊，但不管怎么说，诺基亚手机它又回来了。当时作为老诺粉，我还是非常期待诺基亚回归，而且是带着安卓回归这个咸鱼翻身之作。然而 HMD 发布的新机不少，能让我记住的并不多，除了那个像蜂窝煤这个9 Pubil， 那就是那个诺基亚终端机7 Plus 了。那平心而论啊，诺基亚7 Plus 的设计还是有点看点的，手机本身是全金属，但是呢它背面就喷了一层类肤质的涂层，手感确实很舒适，但时间一久吧就容易包浆。那后面的谷歌 Pixel 5还有魅族的16X 也用上了类似的工艺。那老罗曾经在坚果 Pro 的发布会上说过啊，优秀的设计确实要有一条金线。那这不，诺基亚马上就学会了。最难的可贵的是啊，它屏幕跟外壳之间没有塑料支架。诺基亚7 Plus 也顺应潮流上了双摄，那拍照效果吧就拿魅族16来对比一下吧。那个时候苹果三星总觉得拿他们有点欺负诺基亚。7 Plus 走的还是这个浓艳的路线，植物的叶子颜色已经溢出了，魅族16就比较符合肉眼的观感。到晚上呢，因为诺基亚7 Plus 不支持光学防抖，照片的细节严重丢失，不如魅族16。但是呢，魅族这个时候的发色也比较清淡，看起来比较奇怪。到极限夜景，魅族16已经触发夜景模式，而诺基亚7 Plus 压根就没有这个模式，拍出来的照片啊黑乎乎一片。
虽然诺基亚7 Plus 的专业模式是 Lumia 经典的圆环布局，那虽然它的镜头还印着蔡司标志，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撑它的拍照实力了。那说起来，这个手机刚发售的时候啊，售价是2299，还是个660，我再加几百块就能买到魅族16或者小米8了，所以当时基本卖不动。诺基亚也是经过一番降价，变成了1799起，才有了一些性价比。2018年的手机市场是什么样子呢？苹果凭借超大杯 iPhone XS Max 售价超过了万元，三星 Note 9虽然这个创新略显不足，但配置依旧很强悍，坐稳安卓机皇的位置。国产手机呢也有了崛起的势头， P20 Pro 跟 Mate 20 Pro 独领风骚。而那一年 HMD 发布了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台旗舰机诺基亚9 Pure View， 很感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视频啊，我们做过一个身测。如果你不想麻烦，下面是省略环节。这个手机的宣发特别吊人胃口，但就这个实际体验吧，完全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它的屏幕拍照跟国产旗舰相比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占优。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一个16个摄像头的相机吗？ Pure View 的多摄技术就是跟他们买的，结果非常一般，我感觉是上当了。那结果呢，可想而知，诺基亚9 Pure View 销量非常惨淡，成为了压死 HMD 做旗舰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我再也不碰旗舰了，开始无限期的摆烂。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那其实 HMD 啊，总共也就发布了三款旗舰机。那你现在能在诺基官网找到的，除了一些中低端安卓机，就是一些复古的功能机。诺基亚一路跌跌撞撞，还是回到了起点。我们有时候怀念诺基亚，不只是因为一部经典的机型，更多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手机还只是个通信工具。而且是各种形态的工具，虽然能玩的游戏不多，但我们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那个形态的一款，然后幸福的用上好几年。科技以人为本是诺基亚曾经的口号，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小米那句让每个人享受科技的乐趣，放到诺基亚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诺基亚手机为什么失败了？那小厂可能因为缺钱没有技术导致失败，但是诺基亚这些都不缺。很多人把问题归咎给这个艾洛普，认为他一手毁了这个诺基亚手机，但我认为啊，最大的问题是诺基亚自身。安卓跟 iOS 崛起靠的是生态，开发者写完 APP 能赚钱，塞班起步更早，当时的市场占有率也更高，但诺基亚没抓住机会。按照惯例啊，我们也做了诺基亚的时间轴，你会发现诺基亚的系列非常繁杂，每个系列的设计中心也都有区别，有的全键盘，有的是触摸屏，有的是横屏，有的是竖屏，那各机型的分辨率也不一样，都得重新适配。更过分的是啊，当时的在售手机里 S40 S60 塞班3三世同堂，旧版系统无法兼容新版的软件，开发者还要同时维护几个版本，很辛苦的。以前呢是塞班占据这个主导地位，开发者根本没得选，但后来 iOS 通过 App Store 较低这个抽成吸引了一大波开发者， Android 的开发跟安装门槛也都非常低。诺基亚呢，等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iOS 他用不上， Android 他看不上，结果病急乱投医， Migo 刚起步就被抛弃，去找曾经自己击败过的微软做了 WP。 塞班呢也是非常的纠结，经常拿起放下拿起放下，反复横跳，结果也只能是失败。不过呀，其实我们倒也不必为诺基亚太过的惋惜，倒下的只是诺基亚的手机部门，他的老本行通信业务今天依旧生机勃勃。2006年，诺基亚跟西门子合作成立诺基通讯。2010年，诺基收购老对手摩托的无线业务。2013年，诺基亚全款买下诺基，第二年又收购了阿尔卡特朗讯全球业务。2017年，诺基亚已经超越爱立信，成为了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商。也就是说啊，现在的诺基亚是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西门子组成了超级联合体，活得相当滋润啊。今年2月，诺基亚换到了用了60多年的蓝色 logo， 不少人都说啊，新的设计有些支离破碎，回不去了。但今年第一季度，诺基亚总营收62.88亿美元，你现在每购买一台 5G 手机，都要给诺基亚交23块钱的专利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对诺基亚未来的50年发展还是很有信心。那今天这些手机呢，确实是更好用了，但是我们又开始怀念诺基亚。那过去15年的时间里，也就多了折叠屏这一种新的形态。尤其是这两年啊，随便哪台手机都特别容易腻，感觉大家都大差不差，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电子阳痿吧。那个年代诺基亚在手机形态上的探索可从来没有停止过。说实话啊，在研究这一堆旧手机的时间点，我真的很开心。
没想到以前的诺基亚手机会有这么有意思。它不只是外形或者功能奇特这么简单，很多现在才普及的技术，诺基亚其实之前都尝试过。那为了完成这期视频啊，我们搜集了许多关于诺基亚的视频跟图文，认识了不少奇怪甚至可以说奇葩的机型，就像考古一样，小心清理这个时间留下的灰尘，找到设计师留下的巧思，或者是那些远古黑科技。从第一个版本的诺基亚铃声一代一代更替，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被大家记住。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真机历史回顾的意义，可能也是我们花生说存在的意义。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觉得做得还不错，别忘了多多点个赞，投个硬币啊，分享给更多人。我是花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Nokia 3310的短讯息聊天室及多方短讯息传送，让您创造沟通新乐趣。Začínám pracovat už na cestě do práce. Vyzvednu si e-maily, můžu napsat pár slov a klidně i celou stránku. Prohlédnu si internet, podívám se na videoklipy a to všechno barevně. S novým komunikátorem Nokia 9210 udělám svou práci ještě dřív, než dorazím do kanceláře. Nokia. Connecting people.如果多一次选择，你想变成谁？不，这不是选择，而是对自己的怀疑。我能经得住多大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如果忍耐算是坚强，我选择抵抗。妥协算是努力，我选择争取。如果未来才会精彩，我也绝不放弃现在。你也许认为我疯狂，就像我认为你太过平常。我的真实会为我证明自己。诺基亚 N9 不跟随。